この小さな両手で未来を変えていこう。神户是一个具有高度人文关怀的城市，我一直住在这里生活居住，从每一个街道，从每一个商店，或者是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我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它的人文的气氛。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城市来说，一个艺术节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力。探しに行かないか、僕の中の僕の心の片隅。時間、港が持ってきた時間と、それから空間と、それから未来に向けて、ということをテーマにした、作家、18組19人の作家の作品が今回あります。船から、作品を見るということでボートを出すということで、会場に置いたもの。我的感受其实很强烈。神户开港150年，其实印证了整个一个东亚国家如何由一个封建的国家进入到海洋世界，然后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过程。神户这个城市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城市。怎么叫特别合适呢？就是它的海、它的陆地、它的建筑、它的人之间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关系。这种合适的关系恰恰也是我作品里边的那个一个特点，就是我选取的那些拍摄的那个对象跟我内心的那种合适，我觉得这是跟神户特别相近的地方。